另外来看到，每年的农历七月都是佛教界的孝道月，而佛光山的纽约道场就特别举办了抄经联展，除了弘扬中华的书法艺术，也让民众了解佛法中写经报恩的传统。而这次也展示了许多佛经抄经的书籍还有工具，鼓励更多的民众一块来抄经，能够修身养性。秉持着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的一个精神，佛光山纽约道场特别在农历孝道月举办了这个抄经联展。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我们资深的护法信徒代表以及社区的著名书法家老师詹秀荣女士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抄经联展的活动，所著写的有八大人觉经、吉祥经、心经以及大悲咒等等。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一直是我们对社区服务的最高宗旨。而这次的参展者包括了知名的书法家詹秀荣等人，在开幕式上分享了他们的抄经缘分以及最大的收获还有成长，吸引了许多民众到场来参观。同时现场还有解说人员为民众解说大悲咒的意义。而这次展览将持续到十月份，相关的资讯请上佛光山的纽约网站来查询。